住阿三来，可又无见到什么人啊？苏虎，淮海，无遇见什么人啊？为什么无遇见呢？苏虎，淮海那是有遇见。一定比明舒服。你看，这祝福啊，生日是巧言离灾，本自空寂，静如来。淮海呀，苏虎，看来你又有精进了。多谢苏虎。苏今麦伫咧俄罗斯兄，化无为有，以此来回答淮海苏兄。你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呢？苏虎又问苏兄：“不落师兄，哪里有上可定呢？”苏虎，这是地主做过。苏兄讲，这是家己的罪过，其实是以退为进，万法空寂，哪里有什么好说啊？对啊，万法空寂，何必言碎？却是怒将罪过。苏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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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一生啊，自从接受怀良师父的想法之后，点化佛门道人，各为一方的宗主，弘法无数，可谓是无下呀。将来讲经说法，东俗地藏为修，淮海苏虎，你可以传承我的心愿，也那是好愿的。即是巧言不我，苏虎，苏虎，苏虎，苏保重，保重，苏虎，苏虎，苏虎，人生有限啊，天将不加我岁年，我想要找一个去处。师父要往何方呢？
的扎上，你定随我敬重西行啊，是。上夕阳已晖，何不痛快呀？师父，天色也无早了，渐渐得起风啊。师父，咱两早回来休困好吗？淮海何缘，素红。
母子休戚，待月同归此地。叔父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真好。家好，外哈叔父，你敢还会记得当年我依恁私夺山林，在此想袂清净？地主当然会记得啊，叔父阁吟唱张若虚的诗作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对啊，为师有话要问你，你注意听，地主。共听，为师受命将尽，我有意将家世传予地主。叔父，地藏师兄跟随叔父日子久长，理当传承叔父的衣钵啦。哦，你是我开元寺的上祖。难道你无认为是你才应该继承我的衣钵吗？师父，弟子认为衣钵传承并无重要，
重要的是要如何团圆佛法啊。有甚物重要呢？师父，信秀大师虽然无继承弘忍祖师的遗传，但信秀大师也甲慧能大师同款，传扬弘忍祖师的东山法门啊。所以，遗传的传承，乃是有心之人的误解，看作世间名利的代表啊。讲得真对，佛法如海呀，你可要好好传扬咯。起哟！师父，怀海有意思，想要请示师父。你讲，怀海认为，上文的道场虽然脱离依律师之外，不必依律师的规矩履行，但是相问修行随主宰，也懂你贵先。经人欲以为修行结法智慧，就可以不遵照规矩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师父，弟子必定尽心尽力弘扬传承师父的宗令制度。你有心伫要立下宗令规矩，
何必糊涂？伫咧这界立冤宏大，这是旧年万代之事。师父年岁将尽，以后就靠你自己了。是，弟子谨记在心。说，你的身体讲到如何呢？你念佛，我念佛，你念佛，我念佛，你念佛，寿命只有一千八百岁，我念佛，化世时间嘛只有一暝。一日啊，佛啊，无生灭来去，不生不灭，清净心态，不动不入。虽然我的身体跟我上已经要离开这个人世了，但我清净的本性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恁就唔免亲像俗世之人一样的哀哭哦。是，弟子便不。法术戒备，我定准备各组诸山弘法，开基散业，将师父的弘州禅风，好好啊传扬落去吧。我看你家己困地静坐，甲大城市、大呼吸内底出家人无同款。你吼、安尼更加亲近阮老百姓，相信一定有搁较济作为。淮海师兄，看在当年东门修行的份上，你就收留阮吧。阮这别重山的是伊的故事，就请恁留下吧。